这个地方也跟上人来报告一下我们的指标，我们就是一定要做准医学中心的，那当然都以后有机会就是做医学中心来守护健康守护好，这个是感受非常的深的。我拿骨科这张骨科手呢，对塑到三十几年前，咱华联骨科哈，陈院长、陈和院长创科以来哈，到今嘛啊，一日一日大涨哈，开枝散叶哈，到全台湾啊各所在哈啊七间病院啊，拢有咱陈院长的主题病哈。大拿骨科哈有三步哈，第一类是啥物？来者不拒哈，咱啥物款的患者，咱全都拢无爱甲拒绝，拢爱甲收入来。哦，那第一点，来者不拒，免惊，咱就是给他处理。哦，那第三就是来者不拒，哦，咱拢尽量给他保留，而且身体的完整性。最要紧的就是要提供咱所有这些患者最后的一线希望。哦，我定来甲咱科来同仁讲，吼，您千万唔通甲患者转走，哦，来，咱就尽量给他收，哦，给他治疗。除非实在是无法度，咱才来考虑讲转诊。所以保留这所有患者最后一线希望，这是我二十几年来跟我们科来啊一直强调的一点。我们对病人长期追踪、心理支持、手术的技巧，还有我们的全人的这种精神，事实上在南台湾已经非常有声望了。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持续发展我们的脊椎手术，那每一年都可以发表我们的研究论文，能够持续的照顾南台湾的病人，而且能够培养更好的这个脊椎手术医师，这样子呢才能够达到我们这个慈济在大里呢这个更好的一个方向。看到各位一往菩萨帮助了我在守护当地的健康，守护的爱，因为人生啊，要有健康的生命在，才真正的有希望。没有健康，就没有什么希望可谈。所以有生命、有健康，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好的幸福。希望，但是呢，佛陀就说了，人生最不干净就是身体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。但是呢，人生啊，要有一个希望的方向，这个方向呢，能有志一同，方向凝聚在一起，其实是最不简单。看到了我们的大理医疗，我们的整个结构系统，都是呢因为人的和和互协，才能让我们的整个医疗的结构系统很好。我们没有要求说一定爱什么名，我们最重要的医疗的技术水准有没有自我珍惜，有没有自我肯定提升。因为呢，医道啦，医道，其实呢，人间的生命有多长，医道就有多长。所说的生命，不是一个人的生命。这种长无穷尽的人间生命，不断的、不断的承接。那我们的医疗呢？以现在的科技很发达，科技不断的发明，我们呢应用它，有没有守住这一念心？我说我自己，我只有呢很单纯的一念心，守护生命，
建医院呢，就是为了要守护生命。因为呢，人间最苦莫过于病痛。的确，病痛真苦，尤其是老病的苦。虽然呢，人口老化，我们也要用感恩心。整个台湾的今天的发展，没有老一辈的辛苦，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人人这种在社会的，不管是在成就一切的希望方向，就是一定要有过去人走过的路铺出来的道，才有今天。我只是期待我们在医疗还是一定要抱着感恩心，肯定自己的生命价值，盘点生命的价值。价值不是用钱来评估，其实真正的生命价值呢，就是发挥为人世间的拔苦，还要以乐，苦即拔矣，互为说法，给予呢安稳乐处，和因的身心一旦安稳，和因一旦平安。无后顾之忧，这就是最好的医疗。咱家己爱尊重、信任咱家己，咱的信管呐，咱爱相信。当初咱特别选择的，咱的志愿方向，我选择的志愿方向就是修行。我的修行呢，就是要利益众生。我到现在，我家己对家己有较放心一丝啦。我做到了四大事业，第五十多年来啦，真正的步步踏实。那是因为呢，我心心念念，绝对没有脱离过那个念头，总是医疗，还是要培养人才。人才要培养呢，不是成就名而得利，真正的人才呢，是要有承担负责。你们有负责，我真欢喜，就是负责，听到负责的是上欢喜。有心愿有心愿呢，就要有负责。我们的心愿呢，要方向要对准，咱以书记为基础，师父呢走这条路，我不是医生，我也不要做生理，我也不会呢去论什么价值的高低，我只是尊重爱。这一辈子五个字，感恩、尊重、爱，时时呢我都说感恩，感恩，感恩呢，我们大家有志一同，尊重。咱人嘛，要安怎样，把这条人生的路走得真正确？咱的生命用在人间的价值，咱要彼此之间合力，单一个人做不到。你若在咧开刀，但一个医生无法度，一定啊，旁边还要有护理，拢爱几啊个人
在那裡面，這呢就是彼此互助互成就，互相帮助互相成就，所以这种和和互协啦，是人生呢最大的成就，互相成就。那因为这样子，人间呢，这一旦讲吼，人间会真善美。在咱自济啦，唔捌甲恁讲，恁有趁钱无趁钱，只干那上爱听到就讲，大家人合伙互协，咱的艺术有进步，咱对地方呢真有付出。我干那听到安尼。这是吼全球慈济人呐、啊，所最希望的。